就是会这样，哇哇哇，小声叫的，小声，他会一直这样，我有点 delay 哦。哦，换尿布，换尿布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的赛制很简单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赛制。你绝对不会想要输的，各位来，请的。掷骰神器爽，就是等一下，比如说到下一个点，对，可能有2公里，那你就是先骰你的基数是心想，比如说你骰到三，但你骰到只有100公尺的话，那你就是减免300公尺不用骑。来，两个人，来，林香先抛铅球数好了。然后小柔帮我们筛那个公里数啊，好，所以这个数字要越高比较好。当然，当然越高越好，越高越好。对，要越小越多。好，可以的，香可以的。可以了，我筛了，筛了，筛了，可以是。OK， 第二颗来谁来？我来，妈妈来。可以可以。1公里，吓我一跳。3公里有3公里哦。3公里有3公里哦，1公里，赞啊赞啊赞！哎，现在到那边就不用用你吧，直接坐车吧。因为你要目的地有多远？目的地只有1.5 ，OK， 那你就路上小心，好不好？并肩，来，我们该坐车了，走。谁运气那么差了？他们两个，3个好烂哦。不好意思哦，1分1分，我们喜欢逆转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。骑脚踏车，走。骑脚踏车比较舒服啦。我也觉得，来花莲不就是要骑脚踏车吗？坐什么车啊？谁开嘛，虎哥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一路就可以这样子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踩个四 ，OK， 舒舒服服，漂漂亮亮，妥妥的，妥妥的，妥妥的，有点意思。好，接下来要出发到下一个地点。你看什么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队长，好，加油！走，跟着队长走。1、2、3。臭臭的，真的很臭啊！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啦，开阔。这一次真的是妈妈的疗愈之旅。比如说，有些时候一哭，像我们这种妈妈，我们生三，这个肚子饿了，不是一听哦，她肚子饿了，然后她哭，啊没有，她只在闹而已。我现在已经会分1、2个了。怎么？就是，譬如肚子饿的哭是什么？肚子饿就是会这样，哇哇哇，小声叫的。小声，他会一直这样，我讲，我有点 delay。哦。换尿布，换尿布。因为婴儿很爱干净，真的。婴儿会，他只要一点点，因为他下面闷闷的，不舒服啊。就会哭得最不开心。他会哭得哼哼。哎呦！你知道婴儿其实是在睡觉前洗比较好睡，很特别。我们现在在聊爸爸妈妈。对呀，对呀，以前。以前我跟他聊是，他是 rock 梦的那种女生。对，我们在聊说。就是一些，他是比较那种 rock 那种有出歌啊，对，还宣传什么的，哇哇，我好漂亮，这里骑车好舒服哦，空拍机，其实骑车比较舒服，对啊，我也觉得，而且一路看风景真好，我跟你讲，那空拍机拍那个风景应该很美，整个稻田这样子，太舒服了，花莲，我爱你。但我觉得，等一下还是可以坐一下车，没关系啦。我们还是要拿一些星球，要不然就是我们拿到星球的时候，我们骑车。对对对对，我们要硬底子的。在前面了。